大家好，我是 Lilian，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一些房东朋友呢说呢，他自己的英文呢不是太好，不敢呢在这个洋人的社交网站，比如说 Craigslist、Kijiji 上做广告。那实际上呢，我原来跟大家也讲过啊，我们在找租客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英文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呢，当我们可以跟这个租客能够简单的沟通，其实租客最看重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房子是适合他的。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租客的话，那基本上你也不太需要经常的去跟这个租客来沟通。当然了，如果是你觉得你现在在用通过你的这个中文的社交网站呐，或者是在微信上做一些宣传，租你的房子，你可以找到满意的租客，你也没有太多控房的这个问题的话，当然可以继续的这样去做。那我上次呢跟大家探讨过，就是如果你想找这个长期出租的租客的话，那可能洋人的租客和本地人的租客呢会比较合适，因为中国人的租客呢通常可能租一两年以后就会买自己的房子。好，那么具体的我们怎么样来操作呢？因为有一些朋友说我的口语不是太好，我怎么样能够跟这个租客在筛选的过程中怎么样去交流？我呢给大家一点点这个建议啊，当然了，我们如果大家看到了我原来的这个视频，如何筛选这个六个过程，六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首先做第一步，第一步呢是做这个出租的广告，那大家呢可以呢找一个家，比如说家里面，英文还不错的，首先呢把这个广告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写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登在这个 Craigslist 上。那登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广告里面不要打你的电话，因为一旦打你的电话呢，租客很有可能他就会打电话来咨询。这个时候，如果你口语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呢就你就会不是说很方便。我自己呢，因为最近呢比较忙一点，所以呢我在我的出租广告上都没有打上我自己的电话，而是呢让他们在邮箱回复，而且呢，我要求他们在回复我的时候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自己的情况。当然了，这个如何写这个出租广告，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下我前面登的这个，第一步的筛选，啊，怎么样写广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最合适的租客找出来联系我们，这样呢也节省我们的时间，也节省这个租客的时间。第二步筛选，也就是说，当租客看了我们的广告回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通过问一些问题来选出这个合适的租客来看房？那这些问题呢，我们是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去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电话中去问他，而是说通过邮件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写出来发给他，然后让他来进行回复。当然了，如果这些问题他回复了之后，你一看他的这个回答的，所有的都符合你自己的这个要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安排他看房。安排他看房的时候，当然你可以用电话的方式跟他联系，也可以用邮件的方式跟他去联系。其实呢，真正是需要有可能你用上英文的，就是在租客来看房的时候，那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交流的时间。那这个交流的时间呢，实际上呢，你可以用简单的英文问一下他的情况，然后看看这个人，你通过第一印象，你感觉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因为呢，其实，在租客看房的时候，我们是双方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对这个租客满意的时候，也要看这租客是不是对我们的房子满意。如果这个租客看了房子，他对我们的房子满意的话，下一步呢，他肯定就是要问你啊，我很感兴趣这个房子，那我们下一步怎么走？你就跟他讲呢，我下一步呢要让你填一个租客申请表。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英文可以做简单的沟通的话，你是不用担心的，你是可以在洋人的这个社交网站上，
打我们的出租广告的。这样呢，你在找租客的这个增加很多找租客的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会减少你的空房。那这个呢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的体会啊，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呢各位朋友在这个筛选租客和出租房过程中有什么任何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们留言。好，谢谢大家。